第一咧，120，因為咧而家係全線得翻一部嘅啫。咁第二咧就120咧，係而家唯一一部咧係保留咗50年代款式嘅嗰種電車。咁50年代款式嘅電車咧，其實主要嘅特色咧就係佢樓上咧係藤凳嚟嘅。咁佢樓下係一對坐嘅長凳。咁而且佢嘅照明咧係用緊一啲好懷舊嘅一啲嗰個嘅金魚缸咧，佢哋叫做係啦，黃黃地咁，好靚嘅。咁現時全線咧係得一部，咁所以無論係車迷又好，或者係中意電車嘅朋友都好，係一定要搭120嘅。